海关推荐捡蛇肉的地方在情报医疗楼这栋。那我们进来，然后医疗用品一楼出的地方在后门，我们最后门，地板或者是架子上，它都会出医疗用品。013这里后门进来，地上还有这个医疗箱都有机遇出蛇路啊。那我们去二楼，然后情报房有几率也会出一个医疗用品，地上好像是第三柜这里也会出医疗用品。那还有玻璃房，情报医疗楼的玻璃房，这货架上也会出蛇路啊。这种货架上多一个房间，医疗用品最多啦，有机遇也会没有啦。这种货架上都会有医疗用品。好，接着我们去013，海关013也有机遇会出医疗用品，在武器房跟食物房，只是几率会比较小而已啦。好，武器房进来，它只有一区医疗用品，武器房只有这里，这个区域会出医疗用品。那我们去食物房，然后食物房它的右边这里也会出医疗用品，这躺椅上面。森林推荐捡蛇肉的地方在地图的右下角的医疗区。那我们这里过来，桌上或材料箱里面都会有机遇出蛇肉网，这种桌上啊，都会出那种任务的东西啊，像捡眼镜啊这种，这我们要看清楚。还有这个白色铁柜里面也会出医疗用品，这都要看清楚。蛇肉啊，布洛芬啊，还有才。这区的材料箱都有几率会出蛇肉啊，都会出医疗用品，都要看清楚。然后货架上啊、桌上啊、蛇肉啊都要看清楚，都有几率会出蛇肉啊。然后森林捡蛇肉啊，推荐的地方在这里，地图的右下角。储备站捡蛇肉啊的地方推荐是医疗楼。然后我现在位置在直升机左前方，然后我们进医疗楼，然后地板、手术台、桌上都会出蛇肉网。那我们进来专心看地板、手术台，地板就一个，然后手术台也一个，然后地上这些药剂都要看清楚，桌上也有，然后进来看清楚。那我们上二楼。这种房间内有医疗货架的地板药剂都会出，你看啊，德鲁瓦还有铝甲板，每间都要看清楚，因为它的地板色差很严重，要看清楚才看得清楚。他建议是用斯卡福镜来捡啊，这种货架上啊、纸箱上都会出德鲁瓦，推荐是以斯卡福镜来捡会比较好测。